2006圣训是一贯弟子，在得修办道中非常殊胜之方便法门，可于其中当下默契圣先之词意，而圣佛先真意能应机辞敏垂训，如老阿弟或老祖师、弥勒祖师、师尊师母与诸天魔，借机垂训慈心悲愿，岂是冤灵佛子？于心见性归根，暗实现众生及佛之妙体，源于自性本自具足。三七末，大道普传，众生得受于师一指，超凡入圣，何难人？慈悲济世，来财开荒，度化众生，义道道场。自60年代起即发展神速，建立31个理事单位，而本堂属其中一小单位。今有元兴建义和圣堂，恩赖恩祖德与师尊师母及诸天仙佛之弟应及诸同修大德，如对点传师同心同德全体坛主人才众志成城，以及十方诸善大德之赞助与鼓励。今自民国79年元旦之土地购买起，历经多年三发，于民国84年取得杂项执照，完成开发许可，及于84年中秋进行盛唐营建动土大典，并于年底进行地下室开挖。4年开始进行营建工程，师尊老大人于贤甲戌83年加冕全体道亲，恩赐墨宝成亲并慈悲。原因全体同修至诚感天，上天老按诸天仙佛按坠体道根，刘义务支援营建工程，终于民国90年岁赐新仪新春一楼大堂进行安坐大典，于民国91年岁赐壬午新春月初作为开坛大典的大吉日，所有盛堂之建造均依原规划之多用途设计，并完整地呈现一贯道文化精髓。祖师列传祖师慈训，师尊慈玉慈母，新宇院长大人慈训，右阳舍前人，现任一贯道总会理事长，及诸前贤协助之下，此机缘的成熟，于正月26日完成了这重要的法会。十本数门定结法缘，令全体海内外同修感激万分，不止诸天仙佛慈光普照，更令后学门兴奋的是，我心意和老前人今有缘兴建师尊师母祭诸天仙佛师必应及诸同修大德，如各位点传师前人曾经告诉后学门，老前人早对我麻豆义和圣堂期许有加，并加豆道音至天，任何困难均能克服，舍身办道，任理归真，无量必有宏伟之心意道场典范，直至盛唐安坐之时，后先知者之睿智
一心为我们能为师尊师母老前人前人父李氏及各位点传师门之心传道脉，后学门真是十二万分的感激与祖德。后个愿全体同修同心同德，时时自立自勉，把道变好，把道修好，常存心，常怀祖德，自尽自己，成全他人，而能圆满祖师慈怀，完成道传，成就弥勒净土家园。新义义和圣唐公路人五年正月二十六日，小心顺口言，谨慎忙中错，爱惜有时前。师尊慈训诸天神仙，菩萨编辑部，诸位诚敬立佛宣，天理与体修真主神之格思，实敬慎圣李克夫虔诚神助。半末收元仙佛共半成位念菩提庙会首全权萨婆大路直通天无等恩神圣万仙徒萨公灵案指随侍主驾降至佛殿公三案地贤等安然谈开致庆天人一谈书圣因缘末等亲事平心静力后立佛谈哈哈指四大天王八大金刚编辑部四为八得手不离大道贯彻通三界天性持守格思欲王道复兴人任父八面玲珑性流利大道红布化于弥金刚法身养正气刚正不屈达志及我等四大天王八大金刚今日恭领指随是主驾同志法坛三拜上帝前才安然谈开至喜神人同欢法周扬帆道化万国同舟共济起弥还原悠悠指教化菩萨编辑部教化人心群群善导化众修办女体玄奥菩提妙性时时关照萨婆真性跳出苦槽无乃教化菩萨奉了福玉降至佛坛三叩地贤等安然弹开扬帆一贯船不真道奉持修道如初不敢多事带祖批权哈哈指物禅师兄弟物自全班编辑物物透本我修真性禅机应心全福音师指玄关毛色起兄弟合伴莫一成武等物禅师兄弟物自全班奉了案命随后主驾降至佛平宫夜暗坐弟妹安宁安坐至喜佛坛设立巍峨佛殿大放光明扬道济世人任丹诚同心同伴化迷迷真不再多判功立佛平哈哈指三天主考编辑部三位九私信修持天道贤才登云梯主以终止虚报定考验不屈超翻离无乃三天主考功领命随侍主驾降至佛坛三叩娘弟妹安仪佛殿设立天人欢喜弹开扬帆广化于弥扬道播种精诚不息守定道面上下一致共伴天事无怨无悔抵住中流伴礼末期我不多告后祖训批悠悠指浩然大地编辑部浩气通贯守真如然然佛心化于弥大智大愿勇作为地恩宏慈超苦欲无乃浩然大地公灵智护祖林寒三叩娘诸贤安然法周设立化满坤前庄严佛殿可贺可喜一贯道脉前后一心各手植物化迷反圆大智坚立同心行前道阳四海大展红油指击无数势力佛宣哈哈指缘得帝君编辑不源于佛性通天的德润十方即迷众地得红慈力圣机
金子手到标杆。立五等元德帝君，奉了运随世主，驾降至佛宣宫，夜坐闲等安然，弹开至庆天人，一坛神人共贺，瑞气贯天华堂，玉秀培玉真贤，众志成城设立佛殿，京城表天共办莫年击杀，成塔真道杨轩，各守职务居恭敬。翠衣心未到，无有二面貌年，复礼苦心不倦，筹划共建京城，感天重任担负，心无怨言道之，标杆化迷愚笨，尽心尽奋化威，转安立身作则，引诸后贤前后，衣心起振龙牢，而不倦稳掌堕前，细体无言勇往直前。无不多事后，主批全哈哈，指月会师母，编辑杜月照，大地慈光变会，得双修实心，炼师指迷途于，根本母子连心，杜女还无乃月会，师母奉了命随，主将凡宫三驾，徒弃安然法舟，启用送往迎来，佛殿庄严霞光。万千一贯源流，福音全全上下，一念未到分娩，无存人我道体，未念尽己之力，佛定助坚共守，志愿突破困间，不再批告后，祖训免哈哈，只记功活佛，编辑不记迷众，画满有缘功心报，任劳任怨活佛应之行共。前佛体念跳出，苦圈无乃济公，活佛奉领御护，祖林坛三叩娘，贤徒安然慈舟，扬翻天人共庆，佛殿巍峨佛光，普遍一贯真宗，广大扬显众志，同德筹策圣业，三曹大事莫等，清闲老手信志，千锤百炼抱定宗旨，步步实践徒弟，师心共伴收缘，修道修心天。未念半道尽心勇，往实践共未末。后宏图大展师，不多告主驾至，谭众等平心，切勿必宣旨机，速力待主批权。哈哈，只道在日常生活中，不是谈玄论道，指天论地，是在日常生活中。金光祖师编辑，不禁生欲振起，迷金光正之怀，禀天智祖孙，同堂因缘书，师徒共办三界整，京城无息化威，困成者自成，道于真修炼，品德化迷金，办理圣物始终，秦无乃金光祖师恭领慈玉，绿仙真同志佛宣。三叩娘徒孙身安，佛殿起用法舟，扬帆巍峨庄严，美轮美奂真道，弥鸠以功未念，众志一同互利，互勉老手宗旨，心无二三，今日法会黄天慈莲，神人同贺瑞气，冠天徒孙心平无，再批全哈哈时，巍峨佛殿美轮幻龙翔凤助具，佛坛天人共贺，法舟设华堂玉，秀圣 L 传天开红，恩法会立众英，云集因缘三真道，至尊得智慧女，礼奉持未到前，圣礼一贯以心应佛，佛密传一 L 言真道真机应，时运道降火宅，有缘沾若飞。三七开普度众等，难以得真传，一指玄关超三，介入圣超凡达，本源时运叠转，天时逼灾劫，人祸烽火连，人心不古迷，假象以道启迪，迷津幻世事，多变虚动彻，万般是幻物，眷恋一点真性，无生灭成心修持复。光纤通权达变时，时物匡济时间先红法力，生手真念念资，再资化有缘，佛门今入城，未念虚怀若谷，学不厌字，修身甚其毒，暗示不欺心，坦然克尊正举手，一贯代天宣化，整坤乾坤飞，一究竟一，贯慈舟整迷汉，敲金夹玉慈德，化整云水火
灯，暗壮黎明，未到睹无畏，艰困化泥丸幕后，大是非儿戏，泥茶秋毫已至，变得中道深。大洞闲任清，植物全力赴，披荆斩棘广度，顽劳而不怨。手到心境上，斜下前后面，佛殿共建众，合力出钱出力，力佛含道物，体质虚稳健，各司其职守，全权建设过程中，多是佛神安住，微转安成心，隔感暗波转道念，坚定无倦焉人，成天护理稳定，同心各尽才能办。无神思心念功，心功怀伴，莫眠真理无二，信持守天道，尊贵非虚焉已经宝殿。人事变动心，纷乱真理为一手，真主道真理真共心前无畏，激棒以困扰柳，暗花于道场，原良臣家基鲁，原一时守信，愿道阳产君子千里一首刻念作圣性光先成心，为本化迷魅力身，不以道后闲间，心至佛定又道，化九州万国变，茂年徒孙多，辛劳筹建圣堂，苦心联手绿柳胆石精诚，无惜破力斩圣职，担负甚沉重，二六十终成隔天道物不被力标杆精诚手持，尽植物于体间，永锐至寒道物，办理有规划，炫前转坤圣物，斩佛寒心见多，辛劳一切辛劳，天宇全覆心业，昧时精湛道之标杆广化贤金，后更当要奋勉扬翻天。李万国变宽大，为怀提后进前后，和谐伴莫眠，体力物贵忠心，耿劳而不怨，真心前点胡孙眠。父地上为佛寒见，各展才德思齐，直尽其所有，可谓烟道伴礼共十里，念道气振奋前，尊前提后立表。玉龙相虎是圣，直丹佛寒力。皆共尽何德，团结手中端道物，规划甚思于能，纳谏言心良宽，体有轮手和体志祥，圣物然何道之木生薄，莫及夜成求虚，于然好好振纵才大当人，莫让真功见上下，前后存默契，万难千阻不畏难，于体言功行见，体力物贵守真，全坛主人才道，梁栋庆其所有，佛坛建成心道半出立功在天，道物重整虚拟，体和心同伴，化有缘家臣，韶光驱散握寸，因此必猛永前世事繁荣，本如梦为修天，道超尘凡物，办理须振作，尽心守愿佛住，全无时间组化，考验心无人我，思心见念念心办。时时鞭策入胡寒，金玉良言虚，泥了修办一心，化泥难道场，轮虚泥了一。L 正同守护天，忠心稳固人力聚，才德发挥圣业然，人辱负重无怨语，滋滋奔成前，尽心尽职好徒，孙病弃人我，功德念修道，无为成威，不迎达至善，谆谆告诫众愚，小勇智不愚，心诚专筹化一贯多边，特鹏程万里，圣业传人心，革除功心报守定，大志前后免，心革解困甚焉行天。自母无二念老手，职位好徒孙各展，才德伴莫眠，良辰亦是虚与小，上下同伴其有，原无言能悟，不多数修身，立欲君子贤勇，往直进体，绝明达是善停笔收机词，作律诸仙真理，佛宣别诸徒孙判经，晋腾云驾雾，
回李元哈哈，退兴议会运传承，正法新传圣会，筹备会议开台，因元三十五年之后，东北地区道南突起，修办道者陆续惨受贴难。原此转向海外开荒，所以便与杨贯除老前人之道德谈合拢发展，或出人或出资，顿时一呼百应。随之前人赴日本，金恩善张瑞全前人赴韩国，何宗豪孔孙正阳前人赴台湾，吴圣德前人赴香港等等，随其精英国藩1946 11